其實咧呢一即係相關嘅相關嗰個事實咧，係俾人睇到，即係呢個中國外交部嗰個嘅虛偽，同埋香港政府自己即係所謂講一套做一套嗰個問題咯。我諗大家都應該記得啦，喺呢一個即係美國通過咗呢一個香港人權及民主法嘅時候咧，中國外交部好大聲講㗎，你唔好干涉香港內政啊，巴巴巴啊咁。喂，咁你去揾人去游說呢一個唔係干涉美國嘅內政咩？其實呢啲咁樣嘅即係游說啊，或者諸如此類咧，其實咧喺各國都有嘅。喺美國國會啊，尤其添美國國會咧嗰個政治游說咧係非常之活躍。咁我哋以前都知道咧，其實台灣有一啲細嘅國家有，大嘅國家係更加有。咁所以佢哋先至會有好清楚嘅要你，即係所謂你要公佈咯。如果係一啲你係受到一個外國嘅即係政府嘅即係代理人啦，去做嘅一啲游說工作咧，你係需要申報。咁今次件事亦都係咁啫嘛。所以咧，一啲正常嘅活動，你只要將佢擺喺陽光下邊咧，咁大家就可以去監察。其實我唔會覺得去即係做呢啲游說咧有咩咁大不了。其實個個都係咁做啫嘛。你即係就算係美國，佢如果有一啲，如果佢喺香港有啲法例，可能係會影響到佢，佢都會出聲噶。咁你呢啲叫係咪叫干預咧？你諗下，如果你譬如你國安法，又或者係之前嗰、那個移交逃犯條例，係會真係影響到佢哋嘅即係利益啊嘛。咁佢梗係要出聲。出聲就叫干預，咁係咪要即係、你明知俾人哋打，我都要即係揞住把口唔講咧？冇可能噶嘛。咁所以即係我又覺得咧，大家唔該用同一個標準。我其實只要你一樣啫，你就用同一個標準去即係睇呢啲事。當你自己都會去游說人哋嘅時候，你就唔好話人哋嘅游說咧係干預你嘅內政。咁而事實上，當即係咁，所以咧，中國外交部你如果仲係要講話，美國咁樣嘅做法咧係干預香港內政嘅時候咧，你就諗下你自己做咗啲乜嘢。同埋如果你真係成日都覺得呢個香港人權法對即係香港冇乜即係所謂即係冇乜威力嘅啫，咁你點解要去游說？即係唔好講一套做一套咯。咁至於港府就更加啦，即係好明顯你使咗咁多錢去即係去進行呢個游說嚇，咁啊雖然嗰個結果好明顯係唔成功嘅。而家講緊你即係雖然嗰8000多万咧係講緊差唔多6年嘅使費嚟嘅，咁但係事實上係好唔即係冇個效用係非常之低啦。你睇下個當時國會過嗰、那個比數應該係400多票贊成，係得1票反對嘅啫。咁即係話你使咁多錢，你講咁多嘢，人哋都有呢、這個即係判斷噶嘛，即係唔係話你講乜我就要信乜，咁結果即係你只係買到1票咯。簡單啲講就係、是、咁。而當你港府嘅官員去遊說國會就得，就叫做遊說啊。當香港嘅一啲社運人士，譬如話黃之峰啊，即係甚至係羅冠聰啊，佢哋去美國國會作證，其實所有嘢公開嘅喎、哦。咁佢哋講嘅嘢其實你係知道嘅喎，反而係嗰啲遊說，老實講，你閂埋門，我真係唔知道你俾咗啲乜嘢嘅，即係交換人哋有冇台底交易唔知道，有冇呢一個即係延後利益又唔知道、反而係即係呢啲社運人士去作證、所謂叫做被而家被指為呢個勾結外國勢力，佢哋嗰啲所有嘢都有公開嘅喎，你可以批評佢，甚至係咧，我自己喺度諗。如果你唔俾佢，即係一啲社會嘅民間人士去講佢哋嗰個面對嘅困難，甚至係如果你做某一啲嘢會點樣影響佢嘅時候咧，你唔知道美國嗰條法案可能係更加辣嘅喎。其實可能聽完即係黃之峰佢哋去國會講如果你做呢啲嘢嘅時候咧，你可能會即係影響邊一啲人。
甚可能咧，美國聽完之後咧，其實佢係將嗰條法例嗰個所謂辣嘅程度咧，係減少都唔定嘅喎。所以佢哋去美國國會講嘢，唔係等於去勾結啦。好明顯，佢只係講佢哋睇到嘅嘢，或者佢哋相信嘅嘢。你唔相信，你咪去講翻你自己嗰套咯。而其實即係呢一種咁樣嘅手法咧，其實我覺得冇所謂嘅。港府你可以去遊說。民間組織亦都可以去遊說，就唔好咧亂咁扣帽子啊！人哋去講一啲你唔啱聽嘅嘢咧，就叫做勾結；你自己去講咧，講一啲即係有利你自己嘅嘢咧，就叫遊說。呢種咁嘅雙重標準咧，先至係我唔接受嘅。如果你話你即係你係平常心，或者係一個平等嘅態度去面對呢啲遊說，或者係甚至用呢啲遊說嘅工具咧，我覺得冇所謂嘅。啊！即係我希望喺呢件事上高，即係港府又好，中國政府又好啦，佢應該係用一個真係公平嘅態度咧，去面對呢一啲嘅即係影響一啲政策嘅工作啦。在我嚟講，呢啲就叫遊說，又好簡單嘅，各國都做緊。我唔知道中國點做啦嚇，至少而家大家睇到啦，港府係有做嘅。我亦都知道咧，有一啲一啲佢哋 advocate 即係鼓吹一啲唔同嘅政策嘅人，佢哋都亦都會做，譬如話水資源啊、環保啊嘅人咧，其實個個都有人做呢啲嘢啊，唔係即係遊說，其實好平常嘅事，唔係下下咧你要去威嚇人哋話啊，你唔點咧，我就唔俾你嚟我嗰度做生意啊，即係呢一類咁樣嘅。即係威嚇嘅手法咧，我唔覺得係一個文明嘅社會咧會接受或者歡迎嘅咯。所以我成日都話咧，其實呢啲咪遊說嘅工作咧，我就睇到好平常嘅啫。啊 ，A 國可以做 ，B 國可以做 ，C 國都可以做，大家都可以做啊。咁而個問題就係，希望咧你做遊說嗰啲即係國家又好，官員又好咧，佢哋要清楚，政府可以做，民間可以做。但係唔等於你做咗或者你講咗，人哋就一定要係完全即係所謂接受你嘅講法，即係聽，即係跟住你嗰支指揮棒去冇噶嘛。即係等於你，我講翻即係其實最簡單個例子啫嘛。我又用翻呢個香港人權及民主法嚟到講。其實大家知道呢條法例唔係今日起嘅啦，亦都唔係2019年開始有嘅。其實講真咧，應該係雨傘運動，即係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咧，就一直喺度推緊，不過推唔成功啫嘛。咁其實當時香港政府亦都係有做呢個遊說功夫嘅。咁佢當年係成功咗嘅喎。呢條草案咧，根本連拎上去國會傾都去唔到呢一個程度啊。咁係好明顯，當時因為大家都覺得你嗰個雨傘運動雖然係有打壓，但係仍然可以講話咧係喺。即係文明國家或者一個民主國家接受嘅範圍，所以當你哋去即係當港府嘅官員咧去透過遊說去做嘅時候咧，佢就好收效。嗰條條例咧一直咧，尤其係嚟自商界，佢未必係自己做，佢仲透過唔同嘅商界，因為當年咧唔係而家嘅經貿辦事處做嘅，有貿發局啦，即係貿易發展局啦，同埋呢個即係經貿辦即係一齊去做啦咁。咁而當時咧，因為商界去影響美國嘅商界，結果咧呢個草案咧，當年咧係一直都上唔到國會嘅。我記得咧，所謂嘅 co-sponsor 咧，即係共同贊即係支持呢個法案嘅人咧，唔超過10個。咁到你去到呢個2019年反修例運動，喂，你警方去咁樣去打壓民意？100万人行出嚟，你唔聽；200万人行出嚟，你唔聽。跟住咧就係不斷咁樣去用暴力去即係打壓、鎮壓呢一個示威自由同埋呢個即係表達自由嘅時候，人哋外國都有眼睇噶嘛。我明明已經睇到個事實係咁嘅時候，然後你嚟同我講完全係另外一套，你仲係話咧香港咧係尊重言論自由、尊重呢個結社自由。你叫人哋點樣，即係外國嘅政府點樣信服你咧？所以先至會話你使咗咁大筆嘅遊說嘅錢咧，都唔收效，只係得一個即係議員咧係即係反對嗰條標嘅啫。咁你就已經睇到
事實勝於雄辯，遊說咧只係可以減低一啲即係唔好嘅嘢嘅禍害嗰個所謂嘅負面影響，又或者咧係可以推即係 sell 到嚇、啊、推銷到一啲好嘅政策，即係突顯嗰個優點，但係唔能夠掩蓋嗰個事實嘅本質同埋個真相。所以當嗰個事實係咁殘酷，係明明呢個人嘅人權同埋自由受到打壓嘅時候，你好難咧說服一啲即係喺一個文明同埋民主國家裏面打滾咗咁多年嘅議員咧去支持，即係或者叫做否決呢一個保障港人權利嘅一個法案咯。咁我希望官員又好，即係市民都睇清楚，其實好多時咧遊說咧只係即係。是一個表達自由的一部分，可能起到一些作用，但是最重要是那件事的本質、希望政府不要再用這個雙重標準，就是人家聽你那套就叫做遊說，或者你自己去做就叫做遊說，如果說一些不同你意見的東西你就叫做勾結外國勢力咯。